Hello， 大家好，我是 Rainy。 今天要跟大家做这个视频题材呢，是一个站着拍的视频，跟以往不一样。今天想跟大家拍一个关于穿衣服搭配方面的视频，如何把基本款穿得更有档次更优雅。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会穿衣服的，我从小到大都不算是一个就是那种非常衣架子类型的女生。其实本身穿衣服就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概念，因为每个人适合的款式啊样子不一样。你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是一个非常 girly 的女生，这一路走来我一直在总结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穿搭技巧更适合我的。我给大家总结了8个我自己的心得和小窍门，在这个小窍门和这个小窍门在这个视频里面跟你们分享。要很瘦不一定要很瘦，不一定要是公认的你很会穿衣服，或者你一定要花很多钱。就如果你年龄本来就比我大，你都已经步入职场很久，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都对你来说太基本了。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可能是学生族，或者18、9岁刚刚开始，所以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比较初级的这种入门的小窍门吧。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话痨，所以一不小心搞不好等下就变成10条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先说不是穿什么衣服名牌巴拉巴拉都没所谓，很少会被提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姿势要大方，不要驼背。我不知道你们在街上有没有看到，就有人穿得非常精致非常漂亮，但是你就觉得他什么样子好像都缺了点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忽略了，就是姿势对你整个人的气质和重要性，就一直都在驼背，就那样子你整个人看起来就真的很没有精神。我有专门拍一个片段跟大家去对比一下，就同样的衣服，就如果你挺直背目光平视前方，和你就是稍微有点驼背然后走路有点松松垮垮的，就不管你穿的什么衣服多漂亮，就完全是两个人的感觉。就当你身体的姿势慢慢的抬起来挺起来，不管是你在穿衣服还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你都会更显得更加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理的状态的一个改变。你现在看到外面也会看到有些小姐姐就走路带风，其实不是人家穿的，你就自然觉得她漂亮。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很多时候不是你穿的衣服不好看，姿势，我觉得姿势非常重要。第二点我列的小窍门呢，是关于冬天挑选大衣方面的。因为我以前也非常喜欢买快时尚品牌的大衣，比如 H&M 大衣，我就会买很多，可能50-60刀。然后，但是我穿一年，可能第二年我就会觉得，总会觉得哪里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举个例子，这里我有两件大衣，其实一件呢是我大概6年前的时候一件 Kate Spade 的大衣，这个大衣是100%纯羊毛的。另外这一件呢，是我在 Zara 买的一件大衣，就 Zara 的这件面料并不差，它是全棉的，就是100%都是棉。但是 Kate Spade 这一件呢是100%的羊毛，但在质感方面，我觉得你们应该能看出来，就比如当我有比较重要的活动或者说要去 meeting 的时候，我会更加容易选择 Kate Spade 这一件。 Kate Spade 那件大衣之所以我已经穿了5年了，第一个就是 size 尺码非常合适，我的手腕它不会过长不会过大，这个对于一个小个子的女生，我觉得绝大部分亚洲的女生在这个北美的 market 里面都会显得比较娇小一些，我觉得挑选合适我们 size 的大衣很重要。然后第二就是它的面料也比较好，它是100%羊毛的，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黑色大衣的设计，就这种比较经典的大衣，就是你年复一年，你不会说你今年你买了之后明年你就会觉得啊它的料子不好或者怎么，你就想把它处理掉。像这种经典款式大衣其实你不用花很多钱就能买到，比如说 Kate Spade 它是一个轻奢的品牌，没有 Max Mara 2000-3000刀的 Max Mara 那么贵，就质量非常的好。甚至现在就我之前买的就是优衣库它其实都有，其实你就看好它的 label 上面，如果它的面料里面有足够的羊毛的成分，不管是你穿起来的保暖度还有看起来的质感都会有一个提升。不要花那么多钱但是却能穿出档次，所以呢我还是会比较推荐，如果你是学生党或者是你 budget 稍微紧一点，可以去看我刚刚说的这些品牌，他们都有一些比较不错羊绒的大衣，比较高级的质感的内搭可以多来几件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羊绒的高领的毛衣，这个就是除了款式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面料的区别，就是不管是你穿起来穿着的时候你感觉很舒适，而且因为质感的缘故就搭配起来羊绒的，所以搭配起来会显得非常的有档次。这个是我反复穿的，我有一件灰色的我也在视频里面给你们穿了试一下，不管是你单独的穿还是你搭配起来都显得非常有档次。比如夏天的时候买一些丝质的内搭，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也很薄，但我这件并不是丝质的，想跟大家讲一下面料的区别。那最基础的就是棉polyester 聚酯纤维，这大家都知道，很多雪纺衫都是用 polyester 做的。有时候比 polyester 更好一点的质量，比如说 silk 搭配起来就会看起来会稍微更有质感一些。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要找冬天大衣里面搭配这些毛衣呀、内搭呀、小衬衫呐、也要多看一下它们的成分。有很多人都现在都很喜欢网购，就不会去看它的面料。
材质，就你自己去研究一下什么样子的材料，然后你就买，比如羊绒的内搭，还有丝质内搭，我觉得都应该来个两三件，就是在你穿搭起来会显得你整个搭配都会更加的有档次一些。就是关于配饰方面的，配饰不要过多，身上最好不要超过三件配饰，比如说帽子、夸张的耳环、手表、手链、项链，你什么都想来一点，每一样都觉得哇是我新买的，好喜欢。在你想要把基本款穿得更有档次的这个路上，精致和经典是更加重要的，会在隐约中看出小心思。就算你所有的东西单拎出来看都特别好看，你带的太多了、太杂了、太乱了，就会造成一种没有那么有档次的感觉。因为我这个衣服已经有一点小小的设计感，它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比较 feminine、 比较有点复杂的情绪，你可以选择一些金属的、合金的饰品，包括你的首饰也是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比较经典百搭的首饰。比如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可以这样子配，那我明天穿另外一个衣服我也可以搭配。所以这些首饰呢是来自一个品牌，这是他们 sponsor 给我的首饰，叫做 Astrid and Miu， 是一个比较经典简约大气的一个首饰品牌，也很符合我今天讲的这个题材。那三年的时间我自己个人私下里我都经常戴，我就很喜欢他们家的东西，还有一点小水钻上面这种非常简单的款式，他们的风格都是统一的，就是金属的风格，就是这种双层圈圈的水钻的戒指，另外一个是这样子有点像指节扣一样。就是我的一个原则，就是首饰其实不太怕多，但是怕杂乱，怕你整个搭配就看起来有一种不和谐的感觉。我不会说把珍珠、金属、圆环、亮片戴在一个手上，比较怕杂乱。我妈连在我家，我妈呢是那种，比如她买一条围巾，豹纹的，觉得特别好看。她那天又买一双红的裤子，买了一个大衣，大红棕色格子的。因为最近买了一个帽子，哦，她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那一天全部都穿在身上。虽然看起来是大家人人都懂的道理，但是呢，我看到我妈每天的搭配，我都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要多注意这个事情啊。第五点是针对现在的穿搭建议的，是其实我自己的个人偏好，我自己最近喜欢的东西，多利用好印花、格子、波点单品，去给你的穿搭制造一点不一样的元素，其实就是三种不同，其实这也是最基础的搭配里面的花色。那最近我感觉好像波点的潮流又回来了，因为潮流就是时尚中一阵一阵的，前几年你会觉得哇腰包巨土，然后这两年觉得哇腰包巨时尚，这两年我会觉得波点啊复古这种风潮又回来了。然后还有就是印花，印花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一个元素。花呢有那种大印花、大艳的，上面红花配粉花，也有那种比较低调的黑色底加小白花、小兰花、小橙花，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下一个第五点给大家列，就是利用好这三种比较基本的搭配的元素，上身的一个我自己示范的搭配里面，就我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黑色的上衣搭配一个很简单的项链，然后这个项链也是我说的，就是如果你的衣服很简单，你可以搭配一个有一点小心思的项链。这个搭配我应该有发过 Instagram，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日常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搭配，不是说你要变得非常时髦或者你要花很多钱。我自己还有买这种格子的短裤，这种短裤你看起来就比较调皮，格子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年轻活泼的元素，那种把这三种都不怎么容易过时的元素带入到你平常的搭配当中，让你的搭配就能够事半功倍。第六点我总结小窍门呢，就是利用好腰带，腰带是绝对的春天里面小个子臃肿造型的救星，就算是穿着很普通的服饰都可以利用腰带给自己增加一些就是造型感，所以就用腰带，不管是在大衣的外面，或者是在你的小外套的外面、开衫的外面、高腰裤、高腰裙子的上方、毛衣的外面。这个就是如果你的身材比例不是很自信的话，你能用腰带增加，让你的腿部的比例线条看起来更长一些，在视觉上看到你的腰部线条会有显现出来，另外也会觉得你的腿线会拉长一些。腰带真的是不管是冬天春天里面小个子就是慵懒造型的一个救星，穿了一身黑你都可以用一个腰带，然后瞬间给你增加一些造型感。如果你还是觉得啊平常上班啊上学啊这样穿，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太 over 了，那就把腰带配在你的裙子或者本身就需要收腰的款式的衣服外面。你很喜欢腰带，在爱用品里面就分享过，我觉得腰带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搭配，然后什么东西搭配完了都好像从时尚秀场走出来了一样，值得投资的一笔小钱。这点呢是关于选裤子方面的小窍门，就是对于尤其是我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我一直选裤子我跟你们说过是一个难题。对于我来说一定要拒绝臃肿和慵懒，因为我个子不够高，我本身就买那种宽松慵懒版型，对于很多超模穿出来就是那种慵懒baggy style， 那穿到我身上就会显得非常的臃肿。我给你们看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买到比较合适，那一个呢是穿到一个其实长度大小都是 OK 的，而且它的面料还非常舒服，它的版型很明显就比前一个要差非常多。你不一定要是超模的身材，但是你一定要穿完美合适自己的裤子。
北美的服饰经常是分区的，所以在国内买衣服就没有这个概念，这样子的区别。那女生的身材一般分为三个档，我现在给你们来讲一下，有三个档，一个是 petite， 一个是 regular， 一个是 tall。 那 petite 就是娇小小身形的女生，那 petite 的定义呢，就是在 5 foot 3以下，1.63米左右，1.63米以下的个子的女生都可以称为 petite 身材。 tall 呢翻译过来就是身材比较高长这样子类型的，她们都要在 5 foot 8以上，比如说1.73米以上这样子的身高就可以称作为 tall， 就是身长、手长、腿长。衣服上最明显的体现的就是衣服的袖长了，包括它的裤型，整个大腿胯部的包裹，然后它的裤长，这个对于一个高腰的七分裤来说很重要。就我个子比较矮嘛，很多七分裤穿我身上，我跟你们讲，我经常会变成九分裤。所以说选择合适的版型的裤子，裤子也是非常适合我现在的身材。其实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知道 petite 是给很小个子的女生设计的，但是我起初并不 care， 真的就不太在意。然后慢慢的，我的思维就有一个转变。区别是什么？就是说的裤长、袖长、领子的高度这样的调整。其实 petite size 跟正常 size 一样，如果你穿24、25、26还是一样的选，它的裤长就是有一个 adjustment， 会有一个调整。很多北美的品牌它是专门有分 petite、tall、regular 这个区的，比如说 ASOS 这个网站，一个评价英国的服饰网站，我会找一下，放几个截图给你们看，就是都是 ASOS 网站上面就对 petite 身材设计的这个裤子。模特找的也是 petite， 就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还有另外一个牌就是 Topshop 也是有分自己的不同的 size 的区别。然后包括我在就视频里面穿了这条黑色的裤子，这个牌子也是专门给 petite 就个子比较小的女生设计的。不要觉得像我，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当时最开始觉得有点丢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就是属于 petite size， 我穿 petite size 就会更加的合适。如果你是正好处于1.64到1.73米这个区间的，那么恭喜你，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衣服的合适尺码，恭喜你就是正常的区间。尽量就是去 appreciate， 去欣赏，去喜欢我自己身材的特点，然后去选真的合适我自己的身长的裤子。接下来两点小窍门都是比较简单，对于我来说是受用的。带跟的鞋子呢，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给你的自信加分。如果你平常是上班，你要赶公车，你下雪要去跑去学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我那天穿的东西所影响心情的一个人。所以说鞋跟的高度真的能够决定我那天的心情和我的自信程度，我觉得对我是有影响的。就哪怕带一点点跟，你可以用小粗跟、小平跟、小方跟来帮助，就选包包上面可以多找一些小的小巧的包包来搭配。因为我自己身材比较小，所以我自己的包包经常就选比较小。那我知道，比如我朋友他比我高很多，他如果背一个 small， 你就会觉得看起来很小，那背在我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合适。第一呢比较好省钱，第二呢，这两年小包的趋势非常的流行。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属于比较娇小的女生 petite girl 的话呢，搭配一些小包包来提升你整体的造型感。我自己日常中我经常去买比较色彩鲜艳或者是比较元素鲜明的包，比如说纯金属的包，大红、大绿、大黄。然后在搭配里面呢，你也可以跟我刚刚说腰带一样，可以放在大衣里面搭配，也可以放在大衣外面搭配，你都可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小包，你都可以试把它绑在腰间做一个腰包，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当我穿比较简单的服饰，我搭配一个有造型感的小包，会让我那一天的造型看起来更加精致。好了，最后一点跟大家总结呢，这个并不是穿衣服上面的技巧，这是来自于美妆博主对大家的提醒。个人最近感觉开箱啊、服饰做的太多，都不像一个美妆博主了。关于妆容方面的，那如果你想要穿的看起来更加优雅大气，那妆容方面呢，就是妆容不要太多，尽量避免艳色眼影，搭配艳色的唇妆。这个是我那天就是在外面拍摄的时候忽然想到，尤其是给人家建立第一印象的时候就避免。如果你那天是重要的场合什么的，大红唇可以，但是眼影不要用大红色了。这个也是我以前就是经常踩雷的谱，因为我总是想把我那天就最喜欢的颜色全部都放在一起，但很多时候看起来就是非常油腻，非常的厚重。可以选择这种比较日常系不会出错的唇膏，这样你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会太油腻，就不要用力过猛，这样子就好了。这个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就像我说的，我并不是一个想要告诉你们说怎么样做成一个 fashion 潮流，我就是跟你们说一些比较基础的我在穿搭上面的一些概念，所以听起来会比较基础，但是也是过去我都踩过雷。好，谢谢你们看完这个视频，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些许的帮助的话，不要忘记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所以说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无聊啊，我认真的做了这个视频，下个视频再见啦，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啦，拜拜。好了。